我们再调一下这个麦克风。我叫黄金年，你叫 Catherine。 2003年佛光山主办了一个人间姻缘，星云大师写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词。从那年开始我就接触了佛法，那我就为星云大师的人间姻缘歌词读了几首歌曲。比较熟悉的，大家熟悉的是人生啊，花心的礼赞。今天我来为大家准备这首从来没有表演过的，叫你人我之间。我看花花自缤纷，我看树树自婆娑，却只留下人上转上下。你中有我，中有你，相亲相爱，人间拥挤下。永恒。